上了，先来欢迎我们下一位要出场的歌手，也是呢我们的新加坡非常著名的一对姐妹花，来自我们的明珠姐妹，我们的小猪朱莉莉。Thank you， 谢谢我们在座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晚安，还有我们的线上的朋友晚安。阿姊呀、啊，你好。我弟弟姊呀，嘿啊，最近有肥了，所以你安怎叫我本袂姊有影？你搁肥了，因为一摆你去比赛哦，哎呦，三加三差不多有五几咯啊！无嘞，无安尼做咩？无五几咯，啊，你即阵肥了哈？嘿啦嘿啦，袂啦，你无讲我咱左看右看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黄色的，黄色的。我通常计看，计看人的红包拢计是红色的，安怎你那黄色的啊？伊有黄的，也有红的。看你爱倒落一个色，内面哦，佮有印咱的地址，对，佮有印咱的地址，佮有电话，佮有现本呐、啊，哇，真好真好。礼拜买表，礼拜买表，阿姊啊，嗯，啊，今日我问阿姊啊，哎呀，伊无穿伊的迄个法国定定做定做，法国定做法国定做，法国定做的蕾丝。Legging，legging， legging 啊 ，legging 啊，对不？我了 high class 的是不 ？legging， 哇，你阿婆也是真好，我 high class 的。那顶摆有，那顶摆岁岁喊就唱歌了吼。啊，你有去读册不？你笑我无读册，有不？有啦，因为那个年代读书不重要啊，现在这个年代读书就很重要啊。那个年代我妈妈讲，我那老人家都讲，查某囡仔迄个迄免读安尼侪册。哦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哎，把那会晓八几哪里就好，A B C 二十哪里八的了。对啊，啊你读到偌贵？我读到中四。哇，总变贵呢，高材生呢。啊，掉掉啦，无毕业了吗？讲到结果，那是不必要，那是白读了啦。没有没有白读，没有白读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的人就是这样，我不喜欢看字。我老不跟他讲哦，卖他了卖他了，我大姐卖他，我就讲，因为我跟我姐姐是在同一间学校，一个年头一个年尾，同一间学校、啊、同一班的。哦啊，姐姐跟妹妹还可以同一班呢、啊。你笑啊，白吉尼嘛。啊，你跟他一样岁数、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一个年头一个年尾啊。哦、啊，你今年几岁？我今年呐、啊。我咧惊，我五十四岁啦，少年啦，少年吗？少年啦，五十四岁，对不对？你妈妈几岁？我妈妈看不出来，她都过六十。她过六十了，很老，过六十了了。哇，你哪不？应该是了，我有点忘记她几岁了。哇，那生这啥叫不生啊？了不生生啊了年了呀？因为那拜 Happy Birthday， 把路放一根蜡烛的嘛，无差到几落呀？这拜拢啊差一几年啦？对啊，啊五十四哈，啊年轻啦，年轻啦，现在没有更年期了，是更年轻啊。没有更年期，只有更年轻。知不知道啊？谢谢，没派，没派，没派。没有，对我们的这个年龄的朋友，要活得开心。那、啊、你开心吗？对，开心啊，开心 啊， 啊！你孩子都很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孩子都大了啦，一个十八，一个二十四。对，你可以去交男朋友了啦。没，我这个时候这个年纪还有男朋友，还有男人要吗？什么没有男人要？你敢赢你不要看，没人敢赢你不要看。有的会有男人要的，是看你要不要而已。啊这种不给的，你要不要？啊，你啊，阿弥陀佛啦！哦，对呀、啊，啊，你要怎么样的？没有啦，没有说是缘分呐、啊，这种东西是这样、啊、要很有钱的嘛。当然是要有，要过得去的。为什么讲到男人，你一直爬这边？很久啊，一讲到男，没有一讲到男的，这身体都痒了啊！不要降啦，降明显。没有啦，因为我的腰带去卡到我的衣服了。哦，原来是卡到，对。没有，一见到男人，我的衣服都已经被东西卡到了。但是我爱跟你先讲哦，啊，你唔通哦，等你 Facebook 哦，这个小白，那个小白，一讲 I love you, you love me， 结果伊唔是 love you， 是 love 你的 money 啊。对咧。哦，真侪你有看报纸无？哎、欸、，sorry 啊，拍摄啊，我同时我 Facebook 我是看咧，我很少回应。啊，你爱注意呢，你以为你真水咧？啊，我等下你看到一块阿毛人、法国人，甲你讲 Hello， you so pretty， 哇，啊、等下你过一刀白了。啊、我甲你讲，我同时我看到阿毛的阿毛名哦，我拢做滴滴咧。啊，有呀。哎、欸，因为我知影讲哦，会互人骗呐、啊，因为我这种无知少女。因为他先。对不对？无知少女嘞，你是五只手指。
纸要拿出来。没有，真的，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是不和人骗。不是，我是有我只会教我们自己啊、中国人哦，等人。啊，那不是有去法国唱歌、啊？有，我去，但是我有在加拿大住了4年多。加拿大、欸，对啊，所以哦，我跟你讲，阿嬷特别是问我讲，要跟他讲话，特别是很矜持的、so、pretty, 啊，我很矜持的。他问我，名字 ，What's your name？ Michelle， you looking good？ Are you free tonight？Thank you. No. 我不要说 thank you， 你要露来，我不会了。No, you're so pretty. Let's be friends. No. Yes. I don't like Amor. I don't like Amor. No, my mom, no ang. I don't like Amor. I like Chinese. 所以加拿大你也没有在那边谱出恋曲，没有，也没有。啊，伊无输甲阿嬷的啦，伊无爱食西餐的，伊输甲去咖啡店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阿嬷甲等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。我看你卖咸料啦，安怎？卖咸料，新加坡那是无。但是即阵有阿嬷爱靠我，我也是我有考虑了。好、哦、啦，换了换了，我别等了。因为等人无人爱靠我了，我阿嬷靠咯。所以你即马过来等啦，过来等来靠你咧。过来等阿嬷靠了。OK， 可以赛赛啊，欢迎来报名啦哈、啊，欢迎来报名。你有没有朋友要介绍？哈，我若是有朋友，我嘛家己先甲伊加电话，才排到你，对不？对啊，来啦，伊的我朋友少年的我来，啊，伊的老爸若是无某，我交予你。好，我要啊，对。你看嘛，应该够有嘛？你看嘛，阿公那是阿爸那是有某了，不要紧，够伊的老爸、就是阿公啊，搞好你。死了咯！阿公上怕对本八十岁了，一老还有一老老啊！哦、好啦啊，叫你啦哈，这个生活开心啦，对啦，最重要就要快乐啦，最重要就要心啊、生活要快乐，对啊，对啊哈，一个人也好，两个人也好，一波人也好，哎、什么一波人？一波人，一堆人 sister 啦，就去啉咖啡、啉茶。对啦、哦，对不对？像更多一撮啦，啊一撮，我一撮的啊，一撮人嘛，对不对？一撮啊，啊对啊，啊，无无，这是一撮的，不要紧啦，一撮，我那但不是我头你讲，哎，安那迄道了，我那一撮啊，你看，啊，你是一撮，我是一步啦，哦，一撮啊，来，哎呀，今天难得他没有唱10:10，我们要欣赏他的歌曲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好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们的朱丽丽歌。来，我们想了第一首歌为大家排的是华语歌曲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。什么姐？什么姐？苏振杰的了，我听到苏振杰声。你看，你啊又一滴的了。第三排。什么姐？安诺。今日王瑞无来哈。安诺，昨暝你看过伊了。是咯，伊今日安怎无啊？一人一工，一人一半，感情才袂散。哦，是昨暝做了。哈？啊！你恐怖啊！王瑞也笑诶，好想搞屁。难怪我看你今日咯春光满面啊你！哇，我爆掉了，我爆掉！哈，王瑞我叫爆啊！如家，我跟你讲，如家啦，如老狗、啊。怎么一时汹汹互连干呐、啊？伊唔知要如何，啊，恭喜啦吼！好来来，是问你看到无？哈，真的啊！哎呦，啊，明仔我要去跟去看重播哈！好，啊，你有欢喜无？哦好啊，伊讲好啊，免女的当然嘛好。啊，你老伯后摆就叫啊王瑞寿叫阿志要了。好，那第一首歌曲，我们的丽丽姐姐带来好听的歌。那我要到我们的舞台下去扶我们的发财红包，希望各位呢能够呢献出您的爱心啊，帮忙一下我们的善施台，作为我们的活动基金50周年的庆典，要办得非常非常的热闹，非常非常的成功。十块就好，十块就好，感谢最最哈，谢谢。买十块就好。来，头先首歌未讲介绍，来为你安排一首小情人坏东西。OK， 非常轻松的一首歌曲，欢迎我们的丽丽哥。谢谢爷。
你，如今啊我俩都长大，却沉醉在羞愧里，好像是我的身边让而不闻不理，童年誓言抛在云雾里，不能结合呀，多么可惜啊，小情人坏东西。我的家门前有一条小溪，童年就在那里游戏，你常被我呀推到水里，你就把我坏东西，那青梅竹马美丽的回忆，两小无猜多甜蜜，如今啊我俩都长大，却沉醉在羞愧里，好像是我身边然而不闻不顾里，童年誓言抛在云雾里，不能结合呀，多么可惜啊，小情人坏东西。多甜蜜，如今呀我俩都长大，却沉醉在羞愧里，好像是我的身边然而不闻不顾里，童年誓言抛在云雾里，不能结合呀，多么可惜啊，小情人坏东西啊，小情人坏东西，小情人坏东西。 Thank you， 谢谢，为您安排一首小情人坏东西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